大家好，我是少言，一个新写的另类叫做《斗破苍穹》，喜欢的点赞、转发、留言，点一下关注，每天晚上八点三四七四，加油！少年轻狂，自当心比天高，手写一封休书，三年后在外京都，掌中火镰翻转，天下何人敢看？世人若不懂，我便打到成王败寇；天地若不明，我便与天去斗。是个天才，后来却成了废柴。当时他是个小孩，又怎么想得明白？他是一个废物，显得那么无助。老天断了他的路，却没给他指明处啊！志愤昏的人，退婚退到家门，心上碎了一道痕，却变得格外的沉。看着天下风云事，三年后你在今日，他在心上刻下字，那耻辱只有一次。当时的姑娘很硬，怎么都不认命。这是男人的本性，他也是命中注定。尔等我皆少年穷，因为走的路不同，打破生死千万重，那终是一曲成龙。向西北再踏一步，这才会是你的路。心中火已止不住，那云来山上皆为墓。山河这把玄天尺，横扫天下小儿死。这句话王放在此，那三年后才刚开始。佛动火莲动九霄，半座山都现人烧。生死成败这一招，那怎能断了这把刀？每一次的生死搏，都是他在拿命壳。不能死，他只能活，那把心已成了魔。再见23叩首，人心怎么这么丑？再敬21杯酒，那以后天下独自走。萧炎前来拜山，喊了一句心安，也是一句心不甘，那也是三年的心酸。我等了整整三年，只是为了尊严。既然天地不成全，那我自己来圆。还是那封休书，在他掌中飘出。我不再是你的夫，那因为我不在乎。一个个的虚名，一段段的真情，每一战都必须赢，那因为不是一人行。从斗者到斗地，从开始到这一句，若是真情也能替，那争了地又有何意？喜欢的点赞、转发、留言，谢谢支持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？ID 是3474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每天晚上八点，录了9遍。新词嘛，新词跟伴奏的结合还不是特别好，还得改进。然后希望各个游客们，包括甭管黑粉也好，铁粉也好，谢谢你们关注。加油！我对于希望我好、觉得我好的粉丝，写出更多的麦，送给大家，让大家听；对于不希望我好的人，写出更多的麦，让你们来喷。喜欢的点一下关注，每天晚上八点，谢谢。